实很多神明我们都不认识。哇，对啊，啊，这种神明来源是哪个地区？就那个，就那个你把那个照片拍的那个，那个外国人有问他，问他说印度人，跟他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他说我们有3000多个神可以保护我，但是他说他是耶稣在印度。